要回家。然后我们拿了大包，好吃的西兰，对，这个是肉，牦牛肉，牦牛肉，对。你老公应该是会开心。今天先开始呢。去开始。哎呀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没有。不是啊，因为你要带我们去看漂亮的地方，这个是鸡蛋。没有，这是绳子，我们爬门口。我看到了西藏远远的，我想哇，是这样子的吗？西藏。杏子，等一下，你们坐着。这个帕米尔高原，帕米尔高原的杏子。帕米尔高原的杏子。很好吃。我们在乌克兰吃，它有毛，没有那么，那么光头。高原大哥，你过年或者是有去南方玩的话，就去我们福建玩哈。哎，好吧。到时候联系我们。哎，好吧。对，我们那边过年的时候也很多结婚的，也很热闹。我们爷老侯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带着你闺女儿子一起去。对呀、啊，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一点怕，因为他那么美，然后在莆田很多男人要他。就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些模特真的。我们拍个照，一起拍个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。大哥，你站中间。没事，这样。女人，女孩喜欢拍多一点，看好不好？一会儿发给大哥。挺好看。没有机会再来，欢迎你们。谢谢。我有机会一定那边我去。一定要去啊！好吧。其他嘛有电话互相联系一下。好，联系方式。到时候过去联系我们了。好吧。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那就你慢一点开。行，我们走了哈。再见，拜拜。我到塔县。认识新的朋友，然后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来莆田玩，我又看了结婚，看了这边的文化，我特别开心，真的。但是下一次我们还要来这边。拜拜，桃仙，下一次见面。但是然后我们也要带宝宝，带父母。我们又遇到了泥石流，是不是你们坐公共汽车？大巴。我们旅游来的。你们旅游，你们哪里来了？北京。本来我一瞅，我们这溜一瞅北京车，我们以为是，难得开一北京车。你还不是北京的。我姐夫在北京时间比较久，所以说他这个。开着他的车。对。你们又去哪里？去好多地儿，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塞湖，白沙湖去了吗？就白沙湖这儿，不是今儿刚来这儿吗？就说我们都来五天了，所以记住那名儿，那嘴舌头都打不过弯儿。没说过那么多的字的，这舌头这不板吗？行，慢点啊！拜拜。妈妈爸爸。不是，他跟你说谢谢。喂，他素质。你拍给妈妈看哈。对。这跟西藏的区别在哪呢？我们这是低海拔，帕米尔跟西藏比嘛，我们是低海拔。那个西藏那边是高海拔，我们是低海拔高纬度，西藏是高海拔是低纬度。它一个纬度嘛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这边你到这儿来反应还比较大。如果到西藏去，同样这个海拔，我们就和平原一样的。哇，真的太多。哎，还有一只在跳舞。家养的，野生的这块没有，野生的一般在阿尔卑斯山一带。我到阿尔卑斯山里面去了，我喜欢跑，拉萨我自己开车没事儿。好
谢谢。行，那慢点哈。下回来新疆找你啊。好。我们专门妇女想给你带回来。对，这个牦牛肉啊，嗯，对啊，牦牛肉，对呀，这抽出来，哇，完了，哎，这个蘸着吃吗？对对对，哎呦，你有没有吃这个牛肉？牦牛肉有没有吃？稍等一下，是不是咬太大口了？不是，太 Q 了。对，它是 QQ 的，是不是？很不好，我们都吃了，米饭都吃了呀。对，我们吃的是手抓饭，然后那个肉没吃给你。它跟那个咱们的普通吃的牛肉还不太一样。嗯，老板，你来马上。一比二个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这个小母娘，不是，新郎拿的。就女方家是小小的，男方家是这么大的。也是很好吃。这叫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他们这个结婚文旅不一样，和我们莆田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这样子看。这个是他们吃不完必须要打包回来。对呀、啊，每个人都要打包。你知道他们还搞笑，我们三个人来了，他们快点带我们去洗手。我们洗好了，我们想应该是这个结婚要什么收干净，我是这样子想。到了，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吃饭，可以说每个人好的每个家人睡倒了，他们快点给你吃饭，你知道？然后米饭你要用手，可以说我拿一点点，然后可以说我不会用，我不会，然后我嘎嘎都掉了，我想我可以用猫咪一样。但是后面他们给我们勺子。他们看到了我们不会，因为他们会拿米饭很多，很好，对吧？这个牦牛肉吧，好吃是好吃，这是老太太那假牙，那家伙一下瞪眼神出来了，他那个太 Q 了，盐水没了。妈妈。